320D 油泵电磁阀旋铁拆装测量。将旋铁拆装工具固定在台前上，把旋铁安装在旋铁拆装工具上。用卡特 320D 电磁阀专用拆装工具拧紧旋铁，用扭力扳手拧紧，拧紧力矩为10牛米。用5号开口扳手拧松旋铁盘固定螺丝，取下固定螺丝，取下旋铁盘，取下调整垫片，用卡特 320D 电磁阀专用拆装工具和扭力扳手拧松旋铁，取下旋铁压板，取下旋铁阀芯、旋铁轴，将旋铁拆装工具固定在台前上，安装旋铁阀芯，装入旋铁压盘，用卡特 320D 电磁阀专用工具和扭力扳手拧紧，拧紧力矩为10牛米。安装调整垫片，安装旋铁盘，安装旋铁盘固定螺丝，用5号开口扳手拧紧，安装完成，将千分表安装在空气余气生成测量工具上，将空气余气生成测量工具放在归零块上，将千分表数值归零，将生成测量工具安装在电磁阀上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，数值在 0.050 毫米到 0.060 毫米之间属于正常，若数值过大或过小，更换调整垫片的厚度。用卡特 320D 油泵电磁阀专用拆装工具拧松旋铁压盘。取下旋铁压盘，将千分表安装在旋铁生成测量工具上，把旋铁测量工具安装在旋铁上，将旋铁固定在台前上，用扳手拧紧旋铁测量工具，力矩为5牛米，将千分表数值归零，用手按压旋铁阀芯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，数值在 0.210 毫米到 0.230 毫米之间属于正常，若数值过大或过小，更换调整垫片。拧松螺母，装入千分表，拧紧螺母。